高姐说了，就是这种。那我们下一次再见。真的。拍摄这个妙观道长，这个九龙壁，台湾的九龙壁是真正九只龙的，一只九龙还好，它就是一只大只的，旁边有八只龙。跪着你呀，跪着你呀，还来拜拜。跟大家讲，跟大家就带过来大家嘛。好啊，阿三姐阿哥宝贝姐呀，十几工嘞。系啊，要去吧？十几工。我嘛来去。十几工嘞，到这边对吧？把主放来就好啊，放下嘛，修行就先放下。修行就先放下，对不对？对。事业也可以放下。对对对。亲友也可以放下。对对。什么都可以放下。对对，文具嘛要放下。对吗？我跳的，对吗？点香童子又来了。哎，点香童子要。点香童子来喽。点香童子。点香童子。比较多，你慢慢点。点香童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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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要拍表情，对呀，表情装可爱的表情，你看，你看那个装可爱的那个样子。他不用装面可爱，来。哦，我们收到要下顺啊，关心住哈。啊，今年的新春开始，啊，你若要收到后面要下顺。啊，道业也顺，事业都会顺，啊，未来三分钱，本来吃阿皮。吃香丝啊吼，阿皮阿皮香丝糖吼。来吗？啊，可以求啊，有啊，这里有签字啊。不用求签字啊。你先求啊，你放。求，那我要进去拜啊，拜拜。啊，那你去啊，那我帮你拿。阿妈签字啊，加求，如果来吃，会再去求哈。啊，三分求者多做苦者。没有关系，关系自然就
我们在这里吃自助餐。灵异体质还是花胖体质？哎呀，对，还是要花胖体质。没有，回家。你跟我去拿我的那个，然后去结果电子买线，快点拿，现在有时间，快点。买什么线？结果电子买我那个没有的线，快点。结果电子。太麻烦了。为什么？塞一点，你结果电子冰箱热得啊，很贵的啊。好的啊，底下可以塞去。这家里妹妹也好。在这啊。要不要香菜？香菜不要。哦，这个都不要哈。对。等等啊。到底是多少钱？这里，真的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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